啊！你冇嗰陣啦，應徵打咗黃雞子嚟嘅，當啲話擺前面見到仲有嗰只同歡笑啊，帶我攔住個淺匯來，中下上嚟見到仲有嗰只嘅夢寐以求嘅，咁啊再後啲咧，跟住先見到西域紅心啦，然之後跟住一團威啊，然之後先至再後啲啊大將紅心啊，大將紅心再之後咧，跟住外邊綠野飛馳啊。 个零马位之后先至大满马之一嘅军刀啦，咁啊，然之后跟住外围位置勇敢小子中间马蜂云啊，就两个马位之后跟住皇家多宝，再两个马位之后尾二位置中国心喺晒尾超力区，距离头马有冇系10个马位嘅？好啦，转咗半个银禧湾啊，前面方头入边就系梦寐以求啊吓，咁中间嗰只咧就系同欢笑啊，咁再后啲跟住先见到就系西域红心啦，然之后跟住一团威啊。 再后啲跟住先见到皇帝指令外边仲有勇敢小子入边大将红心啊，咁再后啲跟住先至见到马蜂云啦，咁啊然之后跟住仲有皇家多宝啊，咁再后啲跟住先见到绿野飞驰啊超力驹啊中国心啊嗰啲马啦，咁就直路约博仲有呢个三百米咗，前面第一只突咗嚟嘅同欢笑突咗嚟啦，系咪上嚟追佢见到一团威，系咪上嚟见到仲有喇嘛喇嘛嗰只大将红心啊，后面仲有勇敢小子而家先上嚟，仲有只军刀啊嗰啲马嚟嘅，前面突咗嚟依然系一团威三百米，仲有勇敢小子啊上嚟啊，系咪上嚟见到仲有军刀，中间上嚟仲有。 呢只超力驅，咁啊，所以仲有馬蜂雲嘅，依然領先，仲有勇敢小子，係咪想嚟見到只超力驅？勇敢小子跑第一，一團威跑第二，跑第三，名超力驅跑第四，名馬蜂雲。勇敢小子力騎之下壓過咗只一團威，第一團威頂翻住啊！勇敢小子一團威第二，超力驅第三，跑第四，名馬蜂雲。 哇！原來最後14號個win係2.7，2.6，2.7啫，嗰只2.6。哦，爭少少。哇！都好犀利啊，真係一路喺外疊蝕嘅，都係嗰個範圍㗎啦。一團威，哎呀，真係有啊，千四都超力驅呢個眼罩幫到手喎。馬蜂雲第四。哎，軍刀第五啫，係嘛？ 唉，到连个彩金都冇吓，即系下次赢咯。系咯，我你话斋，第一铺就要浸一浸啊。我唔系好抵得噶嘛，你成日讲到啲马咁鬼好靓。系好好喎，系啊，我都成日讲，我哋都系咪？系有啲要讲下啲唔好嘅先。我都话咯，我反调。好啦，呢个odds你唔好搵我，净系外跌噶呢种咁小子，排喺12档。 呢铺就定翻住啦，都系嗰啲合理嗰啲要抢啦，前会来喺开边骑埋嚟，里边就梗系梦寐以求啦。跟住喺开边我见到咧，一路都绿野飞驰又系攞住嗰啲尴尬位啦。嗱，韦特个位唔系好噶咋，军刀就唔会喺里边，好似金宝骏嗰啲塞噶啦，一去到弯位就已经转位噶啦。 跟住喺嗰只大将红心后边黐烂位置，一团威咧就喺个内栏度搏蚀，早段都系好慢啫，呢只超力驱，但系呢个眼罩真系帮到佢，翻嚟直路追好多，而家仲喺尾嗰只嚟嘅。嗱，依家睇下啦，军刀已经开始转咗出嚟，跟住喺马蜂云后边啦，但系就一路就俾嗰只皇家刀波封住佢，咁啊仲好啦，呢个里边就唔使嘥咁多位添。 跟住喺勇敢小子后边啦，攞位好顺利嘅。嗱，嗰个中间个窿啊，连嗰只超力驱都转埋出去中间嗰度，里边就一团威啦。骑落去，八宝骑落去都好努力噶，嗱打得好紧要噶，但可能都系始终第一个 run 跑1400，最尾几步又冇话再谷得起咯，跑得唔错而输咗，中间仲有上翻嚟就大将红心。